贾静雯日前到香港出席活动，晒出与刘德华的合照。他表示自己国中时期曾把所有的零用钱拿去买刘德华的照片，并一张张珍藏在照片小本子里，每晚写功课都会拿出来放在旁边陪伴自己，还常常写到睡着，就怕在照片上进入甜甜的梦乡。他就是我青春时期唯一偶像刘德华。而照片中只见贾静雯依偎在刘德华身旁，手比着爱心手势，让他兴奋直呼我雀跃不已的，如同小朋友的害羞旋转，也如愿以偿的合照，真的有种美梦成真的感受。许多粉丝看到他追星成功都相当羡慕，也纷纷留言恭喜他。